这个可不可以？不行，这个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他只要碰到你，马上按第二下。好，什么叫做时尚 ？Fashion 啊，Fashion 很有穿着态度。什么叫做品味？就是用的东西独一无二。什么叫做享受？享受就是花这个钱，但是却让你觉得口袋不会太受伤。这样就对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在一个很高大上的地方，喝着一杯浓醇香的咖啡，享受着下午时光 ？Latte Pepper， 意大利文 Latte Pepper。Latte， 不要瞎掰好吗？今天特别帮我们节目组安排了惊喜。惊喜？什么叫做惊喜？什么妈的叫妈的惊喜？这是惊喜。哎呦，走，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好的咖啡让你上天堂，不好的咖啡让你进厨房吗？Tasty fish， 真的知道 tasty 是什么意思了？什么意思？品味啊。Tasty fish， 当你在边喝咖啡的时候，边看着一个电视剧的预告，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你是说现在有你的预告吗？哇，好帅，好想看到他们本人啊！如果能见到本人多好啊！喂。小英，你是什么话剧社演技？我刚刚还在看预告片而已。听说今天你也算是这个入围金钟男配角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你是男主角吗？我没有入围。欢迎两位朱轩阳还有我们的仔仔，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秘诀而认识，三生有幸能够参与到这个石头的演出。而且我们第一颗镜头，就是我跟你第一天，然后第一颗镜头那一幕我记得很清楚。那一幕我想说耍帅，第一幕帅一点就点一根烟在那边，光那颗镜头就点了20几根，后面不是在追你吗？跑两步我就喘，我就喊救命了。演员报道。那我们仔仔是饰演什么？名字叫梁延东，本身是一个犯罪心理普惠专家，但是因为对于警界的黑暗面他有一些不信任，他转去考律师，专门帮助那些弱势弱小的族群为他们发声。后来呢，他意外卷入了一个连续的一个杀人案，所以被当作是凶手而丢进牢，算是进了冤狱了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们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？观众没有要看这个，观众要听就是你们私底下相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你抢走他的初恋女友？没错，我的国中同学，他看到你们的一些戏剧类演出，天天都在跟我讲仔仔仔仔。我说你会为了他放弃我吗？他说会。合情合理吗？那重点是今天教你们夹娃娃，你有夹过吗？我有夹过，我有夹到保底。你呢？也是保夹。平时看到娃娃机店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不会想要进去玩？看到那种海贼王的那种大的公仔，就手痒想玩，对不对？是索隆的，特别喜欢索隆，难怪你现在造型很像索隆，对不对？就模仿他哦。啊，我今天重点是后面这场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这边集合一下。怎么说哈？我也是娃娃机界这个哈翘楚。我跟你讲，刚跟仔仔认识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有看过我的露出影片。这种客套话你怎么相信？我是有讲内心话，我说原来废话都可以拍成一个影片。我先看一下你们基础观念怎么样。所谓时代的潮流是什么？前后，来试一试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们要先看你自己的目标物在哪里。那通常我们都是先瞄准洞口四周围，洞口四周围是最好夹的。你看，轻松轻轻松松这样子。好，晃了几下，空转。十根在试甩，在试它的弹性。我们这时候已经看懂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抓甩浮，好 ，OK， 起来。不错。哦。一般的机台哪会把东西摆这么满？会哦。其实这种东西在我们俗称的杂物台，所谓的杂物台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都在里面。你不只还要看它的形体，还要看它的方位，你还要看它的角度怎么抓。我们直接在洞口附近的东西直上直下就好。来，看看看，只要有夹到东西，其实就有机会出来了。无性夹很爽。要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洞口附近，这时候你要包它屁股，再往前一点。这样不会打到那个啊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下去就对了。真的。这样子的话就直男，对不对？我想顺甩要先学，顺甩就是前后下转，这个一定要学会的东西。前后下转就制造出一个摆幅出来，它就可以拉起来了。为什么没有？甩幅没有出来，这个要练一下。好，来，我再示范一次给你看。这个叫做顺甩，你看有一个大甩幅出来，只要有碰到东西就有机会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。
右手下爪。这样算有吗？算有。你想要这个是不是？我把它摆这里。我跟太近。我想要恐龙。谁知道？真的是睡觉机，谁要这个？这个。这样算了。有！有机会。我看是不是有算？有甩出来。有天分哎。这样怎么样？我抓后面让它滚下来吗？我先帮你试一下啊。这个其实不难啊，真的是很简单的东西的感觉。台主，台主，你要大声什么啦？它其实就是一个观念。经过我这么厉害的教学，两位应该已经完全没有学习到了。还是要制造一点那种对抗性的感觉。两个 PK 夹娃娃机，输的有怎么样吗？我们给他们一定不行。我们如果谁输了，现场演唱桃园歌，每人20次，谁夹得多谁赢。重质不重量，重量不重质，你们猜拳看谁先。一个给你。有没有？差一点，教你，我教你，直上直下，前面那个就出了。回来一点。他把前面都夹完，就能夹后面。有可能不会，我们东西可以再放回去。还要再放回去？对，要放回去，这样才公平。3次，就可以了。有。差一点。因为他最顶点那里。不是啊，你可不可以对准一点啊？可以了。哎呦，你先换个目标，换个目标。前后下爪，然后二收就是按第二下，按，哎对，这样叫做把它搓下来，对，这其实不好夹，这个吗？嗯，因为它太正方形了，会往里面搓。好，来顺它，用刚刚那招。我刚刚是这样教的吗？搓它，那你没搓到啊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爪子要转。基本有机会了。什么？哎，冲！三个。哦，完了！你可以专心夹东西。20次，四样。好，来，我们换朱天阳。来。是这几个？有吧？有。哎，随便甩，随便摸都有。那是我跟有啦在聊天的时候进去了啦。现在有个是新生代知名度的演员，咱们又帅，我是中生代了，古天乐嘛，对不对？人家都叫我古天草了。我跟你讲，右手边那台车有机会。怎么又下去？不能。可以哦，两个，一个，不行。这个可不可以？不行，这个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我怎么抓了、啊？你就抓这个位置。等一下，在比赛，你在干嘛？他只要碰到你，马上按第二下。好，对不起。可以吧？这可以哦。我有个方法，来，你夹右边的，随便一个。不要做错事，可以哦，有没有？后面怎么样？随便包都有。最后一次吗？对，最后一次。对，我觉得就这样。你说，还是主唱？哎。对，这次的 PK， 我们胜出者是台仔。多谢大家的帮忙。那输的还是要有惩罚。那不然这样啦，草爷跳，他最近有去学舞蹈，很厉害。不要说那么多，来嘛，我们来唱你的歌嘛。兄弟，你说，不是，这怎么跳啊？天竺鼠车车，天竺鼠。走前路，走江湖，都有我。好，这个时候这个逆局应该已经是上线了啦。这个也是小弟我本人第一次的这个戏剧的演出。我们有对到戏吗？有啊，我就看到你情感炸裂的那一场戏。听说他之前都没有这么多话，然后那一场戏就每个人都在那边反思，到底警队该不该做这件事情。他有一个 OS， 被导演嫌就是表演不是很好。
剪掉。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，你知道我背了一整天。现在很开心，就请到我们的展览还有朱建阳。好，来进去，还是看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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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重要，里面非常精彩，好看，好不好 ？OK。想，哎。你要往上拉，进来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们九九，我们就是这么废，怎么样？好，希望明天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下，嗨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. Don't mind me. 人都离开了，你还在这边？不是看到我没有？你说后面那个面目很狰狞的那个？这个才叫做出彩啊！你先放放放，你放放是？对。就是，差了零点一秒。这个一定要看，我的处女秀就在里面。还在看，还在看，回家了，回家赛，回家了，赛，我是情敌啦。